大家好，我是长虹患症小天使。这支影片主要介绍长虹患症系统第八区 EL 时数取得专区的 J 上传第二证照证书功能。取得第一张专业国际证照后，并不是结业，而是终身学习的起点。因应动态环境变化，若不想被淘汰，持续学习是必须的。长虹鼓励学员与时俱进，深化学习的广度，继续以证照为导向来收集知识以及强化思维，让自己不只有一项技能。立即准备第二张国际证照，并至系统提出申请，经审查后即可取得10小时线上学习时数哦。立即上传第二证照证书来取得线上学习时数吧。